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狂人。哇，怎么这么大一个东西？里面到底装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觉醒波罗斯。本片也马上要开始了。今天无论是谁，无法阻止我波罗斯包飞船，是我们拐人协会的责任。包飞船是我们拐人协会的责任。包飞船是我们拐人协会的责任。觉醒波罗斯第八打在疫苗人这一列，这个猎伤7200万，风度上了一个崩坏。这一次7090万，还有无双索尼克跟觉醒兄弟6500万，剩下金犬侠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。好了，不闹了。那么最后一下，三。2、1，保护飞船是我们怪人协会的责任。加冕一下，接下来原子武士，这一次对手还有豪杰，我们直接戳中间这一排。这一次伤害打了1亿。接下来波罗斯这两下588万，无双索尼克倒了，再戳星红文女这一排，一整列6860万，还没有打完驱动骑士一样也倒下来了。马上再打龙二这一排，疫苗人倒了6400万，武士上了5只崩坏，不过对手有一只水龙，稍后针对我方要进行一个反击。水龙这一下漂亮，直接踹了1620万的伤害，不过还是非常可惜，原子武士倒了，轮到波罗斯。这一下4850万，打在强韧盾牌上面，伤害还是稍微少了一些，不过还是非常的狂。那么我们继续作战。这个时候对手的索尼克针对波罗斯进行攻击，波罗斯前面的小伙伴血条不仅很多，还有一个铜地的专属武器4000万的伤害。猩红文女抓前面倒了，还有5只对手的波罗斯也来了1950万，大熊也还没有倒，再一下快要倒了。这一个时候引爆过去3430万，还没有结束，这一场能不能打赢呢？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漂亮，中了，哇，3370万，光谱。波罗斯还有最后一集来了，这一次雷光原始。4350万躺平，下一回合对手带上索尼克，越敲越冲了860万，一个追击330万，一瞬间加温德打了1340万，还有一发龙二，这一次加起来已经是3000万的伤害，一个追击3380万，3530万，温德在一个专属武器，目前已经打了4100万。再一下4358万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么我方这边4350万伤害承担完之后，接下来就轮到对手了。哇，直接爆一个3260，马上再打一排，这一次5830万，就剩下一个龙二了。凤凰男带上专属武器做一个反击，这一次有1430万的高额伤害。到了第二回合，龙二还是会上一个立场，来看一下波罗斯前面还有一只小伙伴，这一只能不能冲出去？还没有。那好吧，那就给波罗斯来收尾了。这一发打在龙二上面，单只也是3100万的伤害，小宠物应该要爆掉了，再烧它就要爆了。好，出发。
小宠物。哇，小宠物没有出发，太可惜了。好，这两下结束了。那么下一场，对手还是带上索尼克做一个提速，947万，刚刚打的还要高。这每一下追击更有感的300万的伤害，还有一个同意专属武器，这一次4900万已经接近5000万了，哇，非常可能有点危险了，太痛了！小伙伴赶快冲过去看能不能杀一些，这一次1300万的伤害，温德又爆过来了，武士也倒了，看来这一场没有希望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马上对波罗斯进行改造，看来必须展示真正的力量了。哎，怎么有一头牛呢？这头牛都敢入侵我本王的地盘了吗？徐普，把太空船给我开过来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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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OK， 继续打架。这一次真的要发威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伤害值6090万还没有打完，金拳侠星空魂女也倒了6250万，这一次打在小杰以及黑光的头上8760万，还有一下天空王这一盘又暴击了7700万，一个崩坏，这一次凤凰男大九眼无一幸免8800万，驱动骑士倒了8470万，还有一个二郎跟觉醒波罗斯，二郎不屈也飞了6140万，这一下呢有没有可能更高？6800万还没有办法更高吗？都打了这么多下了，4830万，打在龙二这一排强韧盾牌6200万还没有结束，打在无双索尼克7260万，那两只崩坏呢总该打得高一点了吧？8100万又进步了，还没有结束，这一次7000万还有一个 SSR Plus 透明6390万。好，如果没有办法打更高，那么今天的伤害最高就是1亿了，真的只能这样吗？这一次7200万，波罗斯又来了一次崩坏，打在波普头上7090万，准备出大绝招了，进入倒数计时。最后一发，嗨！